接下来大家要注意啦，这个是金哦，懂了吗？要记得哦，不要等一下你忘记哦，啊，不要等一下忘记哦，一定要记得这是金哦，啊，很多人没什么啊，听讲座都是斜一边听的，奥丢。要记住哦，啊，不要等一下我讲完了之后啊，这边放什么你就乱了，忘了啊。水有分两种，一种是活水，一种是死水，啊，就是我们喝的啦，还有用的啦，啊，这都是水，都是水 ，OK。木，粮食，就是木，菜啊，这些都是木，当然木做的也是木。啊，木做的东西也是木。OK， 这是木，粮食，啊，木罐头也是粮食，罐头也是粮食啊。罐头你不要外面是铁嘛，所以是属铁的。那我讲铁嘛，那讲来对。啊，火，灶炉这个熟啦，大家都很熟，啊，这是火，啊，所以煮水的那个不是属火的，懂吗？啊，这个是属火的，那，啊，这种你们有没有去看过？哎，这种起火很快啊，炒菜哇，这个炒出来香啊，啊，东西都很香的，啊 ，OK， 这个土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脑里面要有那个金水木火土都要有啊，都要有啊。不知道。啊，亚克力啊，亚克力那个餐 plastic 叫什么？塑料的盘叫什么？啊，是金水木火土，属于塑料，不知道。那有些人说属火的啊，都是他自己想了，属火 OK 了就属火了，啊，属金的那不可能呐，啊，属木的也不可能嘛，啊，属火了 OK 了那就好。所以慢慢排出，是不是属土的？肯定不是了，属水呀，啊，属水不可能了，啊，不可能属水，啊，油啊，哦，那是火了，啊，那 OK 了就火了 ，on 了。你们要自己 minus 掉了啊，因为最近越来越新的东西，电脑属什么？孔老夫子都没有用过电脑，啊，属火 ，OK， 好，这属土啊。哎，你不要找事了。哦，这属土没？这个属土没？这个是没？这个属土没？这个 table 属土没？这个木属土没？哎，你不要找事情啊！我很难找到这个照片的呀。我觉得，如果我去告诉人家，这些都是属土的，明白吗？但是注意哦，这些不是属土哦。哎，快去白痴啊！很难找到这个照片的，都是从网络找的。OK， 好，所以火啊、金啊、水啊、土啊、木啊这些，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，啊，很熟悉。这个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厨房？这可是一个细活啊。来，这个啊，火，哎，这个火要解释一下。火和土是可以在一起的，因为古代到现在，火和土根本就是在一起的，啊，它不可以用铁来做灶炉，然后里面起火，没休息，是吧？啊，那么蔬菜啊、碗啊这些，就是属于刚才我们说的啊，火、金、水、木、土都是这样子，大概都了解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就出发了。啊 ，passport 有没有带？OK， 来，看起来这个很简单，没什么的，啊，不说不知道，啊，接下来就不用再讲了，啊，只讲一次，所有的照片都是从网络的照片，啊，说一次就不用再说了啊。好，这样的厨房美吗？美。花了钱做了这样的厨房，再花一点心思，把我的经验放在你的家，那不用花钱的，啊。
这个是水，对不对？记住，先把水和火写下来，就是说你们拍照，在你们的厨房拍照，要拍整个哦，你不要只拍，要 paste 在一起。现在问你的孩子，他们都懂，现在可以什么全影嘛，是不是、啊、可以全影的啊、哦？把它拍下来，就大概你可以得到这样子。水，把水沥出来和火沥出来，你就知道怎么做了。说一下啊，水、火，有问题吗？啊，水、火，不会有人反对的，不会有人反对的。水和火，之后呢，其他的五行才可以出来。木就要放在，想办法把木放在这里了。来，怎么样把木放这里？就把刚才的那些菜啊，全部丢在那边。不是啦，啊，方便面啊，罐头啊，全部都可以放这里啊。啊，五谷杂粮，对不对？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米油盐这些都可以放在这里啊。当然啦 ，stupid， 你也可以放这边啦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在炒的时候，个绑，就是也方便你嘛，明白吗？所以这边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可以把它放在这里，明白吗？五谷杂粮的东西都可以放，明白吗？嗯，那收起来的也行，收起来也行，啊，就是把它放在上面。下面也可以。那么火好了呢，我们就生土了。啊、哦，这个呢是不对的，因为这个不属于土裂的东西，所以他如果要这样放呢，他就要必须要把土给放在上面，把土给放在碗碟，但很不方便了、啊，碗碟就很不方便了。啊、哦，所以要记住。那么这个地方都可以放土的东西。这些都可以放土的东西，五行要这样分类，回家这样子做，三天后你会把我的照片放在你的神坛，这是偶像。啊，金，所以你要教老公把他的钱、金全部都收在那个地方，啊，你就知道没钱的时候去哪里拿，金知道啦、啊。铁啊，这类东西，所以，哎，这边可不可以装这些东西？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，啊，铁啊，这类东西全部都放在这里，这个地方，知道吗？这个很容易哈、啊，啊，慢慢大家再注意看上面这个，看到吗？这个吸油烟机，其实吸油烟机那个上面那个是没有用的，只是一个美而已。不可能抽那个，那个是咖啡店才这样，对吧？啊、哦，这个是没有灶头了。灶啊，这个上面这个头很重要，最好上面那个头是做厨，能够真就是帮他戴那个皇冠，啊，帮他戴皇冠。我们说灶君皇冠呐、啊，啊，灶君的皇冠就在上面这个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啊、哦。那么上面也不可以放东西。如果你很讨厌你的老婆，她又没有听我的讲座，对不对？又不认识我，她坏蛋不听话，你就把那些药全部放在这个上面，你就在那边看。啊，七天后，哈啾哈啾，老婆一醉。啊，好，这个也很漂亮。风水就是要装修到这样，啊，很漂亮的，明白吗？千万不要好像好，人家以为看风水是很 obit 的，啊，好，先把水和火沥出来，水、火给沥出来，其他的你就会分了。下来呢，把木啊放在这个地方，是吧？把木放在这里，然后呢，你要顺时钟生，要顺时钟，啊，水啊、木啊、火啊、土啊，这样子。看到几个杯在那边，顺时钟生。当然记住，内外都行，不一定要放出来的，啊，放出来的那种是杂菜饭的地方，不会杂菜饭哎。
好，哎，为什么金会有两个呢？土生金。那么那个水，我们的水，水的底下也可以放金，但是金最好是在水的上面是最好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放，为什么？在上面没有除嘛，啊，没变绑啊。啊，如果上面有除的话，上面放金，下面放水会比较好。但是刀不要放在上面太高的地方啦，啊，那下来丢火水。这里还有一个叫火生土，土生金的方法，不要忘记，火底下就要放土，土底下就要放金。你这个家这样子的一个布置啊，哎呀，太太的健康越来越好，家人呢越来越开心，升官发财的机会更大。啊，这个是一个五行的变通的方法。啊，一定要懂。这个呢，这个的位置就比较小，它的火和水的位置比较小，它的距离比较靠近，有没有？水火的比较靠近一点点，比较靠近，靠近很麻烦的。啊，因为木的位置就摆的不多了，啊，但是可以摆那些，看到吗？他摆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哈，这些就属于是粮食嘛，啊，就放在这里，明白吗？啊，好，过后呢，火的过后就是土了，土可以放下，啊，可以放上都可以，土了呢，底下再放金，啊，土金。就让它连成一线，连成一线，它越能够在你的厨房啊，五行能够在你厨房回转越好，啊，越多越好，但是要整齐。所以回家看一下你们的厨房有没有这样子，没有的话改啊，很容易啊，调一下而已，是不是？一定会让你老公讲的，笑了，去了讲座之后，你看回来一定笑了，笑了。他都不知道啊，哈、啊，龙是为着你呀、啊，是吧、啊？你以为老婆吃饱没事做，换来换去啊？他都是希望啊，所以老公一旦，哎，我升级了嘞，当然啦 ，of course 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这个时候金你可以放在这里，当然金生水往上升是可以的啊，因为水是从下面来的嘛，也可以。放上面都可以，都可以这样放啊。那么如果把罐金，如果你要把它放在这里啊，这是金，这是水嘛，啊，水就生木嘛，这边放那些什么方便面啊这类东西，吃的东西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啊，可以的啊，金生水，水生木啊，都可以的，不过湿气，怕有湿气。 OK，好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件很漂亮啊，真的很漂亮啊。可以，这个网络我去，哎，找不到这个装修商，太美了，漂亮，画得很漂亮，做的不知道。大家注意看，如果你是西命，我是说如果你们是西命，我们是不应该朝着西炒菜的。你是东命，我们不应该朝着东炒菜的，但是没办法，你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定要这样，没有为了嘛，怎么办呢？就用飞天照，飞天照，姓飞名天照，啊，这个照飞上来的，你看，哦，就是懂了。飞天飞上来，抢就好，卖给抢，多高多阔多深飞就对了啦，不用多高多什么。不过这个好处啊，你卖屋子的时候啊，你把那个灯打开，哇 beautiful 啊，屋子很快就卖的。有些人问我说，师傅啊，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们的屋子赶快卖的？问这种问题，十个九个他的屋子都不什么美的。你的屋子如果这样，你试试看，看会不会卖，对不对？人家单单看那个图就来你家了，为了你的厨房来的，啊，是不是？
这种啊，它的这你不要乱做嘞，飞天罩不要乱做啊，除非你是真的是没办法，这个位置不适合我，你才这样做，知道吗？适合你就要扎扎实实的，啊，千万不要乱来啊。那么另外呢，如果是对着北是不好的，炒菜对北，北属水，啊，北是属水的。除非呢，你炒菜不见火，有吗？有铁的那个电的嘛，那可以对北，那个对北就没事了。还有一种很神奇，他的手放上面，哎，没事的，啊，但是他的那个锅放上面呢，就热，啊，那种，我永远都不敢去试一下的。热力，来动一下，没。在蒙羞的啊，那讲，啊，你水也臭，啊，那如果朝北真的没办法，就用电的，用电的，记住，如果是想要在这间家怀孕用电的话，你的孩子的健康比例比较少，哈，比较少，所以要真火，要你孩子生出来，很多问题，好，那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在生了孩子之后，不是坐满月吗？满月不是要炒菜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他的第一天坐满月的第一天呐，第一天就是 baby 回来了，煮水，用火炭煮，煮了水泡奶给他喝。啊，他如果是喝人奶呢？那人奶煮水，我哪里知道啦？那你就随便泡水给他喝就对了嘛。这样对我又没有，是吧？然后最后一天30碗，不是30碗，就是满月嘛，30天，啊，煮水泡茶给祖先喝，啊，这样子，那孩子就会很健康，因为他的火是假的嘛，电的，所以这种飞天罩哈很重要，记住这个颜色不要红色的，它可以换颜色的，很美的，不要红色哦，记住哦，不要红色，啊，红色不可以啊。不过这个真的很方便，他们扫地的时候很方便，抹地啊，扫地一毛掉下去还可以拿回，啊，这是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好，大家只顾着漂亮，啊，没有顾着水和火放下去就头痛了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如果水在这边，火在这边容易，是不是很容易？水在这里的话，这边放木嘛，这边放火嘛，就容易了。这它倒转了，水在这边，火在这边，倒转了，所以就比较头痛。啊，你看它木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土，看到吗？所以放一些酱青啊，啊，盐啊，味精啊，用什么装？土的东西装。瓷器的，你打破看看，打得破就对了。所以放在那边的都要肯定一下，都要打破啊。所以水晶的也可以，啊，瓷器的就可以了啦。就放在那边装那些盐米茶的，不是茶，盐米啊、酱油啊、什么醋啊这些啦，啊，就把它放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土生什么金。啊，土生金，是这样生的，明白吗？啊，那么金就生水，水生木，你也可以把粮食放在这个的底下，这底下是可以收东西的，啊，或者呢放这样一盆也可以，也是可以代表性，啊，这个就是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很顺的，不要自私，跟人家看风水，你不发达。原因是因为你自私，啊，学风水不发达也是因为自私，听风水不发达也是因为自私。回去交朋友，教他们，啊，教不要一次讲到完，因为很快嘞，你讲到完你要慢慢讲。你看你的水在这边，要这样子，火在这边，你这个地方啊，你要这样子。搞不好还有红包拿呢。好，你把它这样子顺气，很好的，非常好的。
再来一个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啊，火生土，土又生金，嗯，那就可以了。气为水，底下那个那层飞天罩就是水，漂亮，啊，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家是很完美的，啊 ，beautiful 的。今天你们来绝对是值得的，啊，因为不管谁的家，只要有灶炉就可以这么做，不管是谁的家。没有厨房就没办法了，是吧？没厨房我就真没办法，啊。这个看到了什么呢？啊，水，记住啊，通常水后面如果有窗是很好的，上有风下有水，啊，风水格局这样子是很好的，非常好的。但不可以易经来说，上风下水是不好的，啊，所以啊。这个是它的形，它的那个格式是很漂亮的啊，上面要有风，下面有水是很好的。记住，水龙头代表老公，灶头代表老婆，啊，这个是水，这是煮饭火炒菜火啊，这是木啊，水生木，这个比较麻烦，因为你的木啊。啊，要把它对，要把它这样子隔去，比较辛苦一点。啊，那么火生土，土又生金，你看到吗？看到很窄吗？所以它位置不够阔，啊，所以你要想办法布这样的局。但是木到了那个地方就应该是断了，就没有了，没办法再回生火了，所以这个火就比较弱，因为无木可生。那怎么办呢？看到水果吗？啊，这水果啊，水果不要吃咯，天天放咯。没有啦，要吃啦，啊，要吃。那是啊，那个是 plastic 的，啊，plastic 的不行啊，要放真的，或者种一棵苹果树在那边也行。好，那么金，好，这个其实是最标准的啦，其实最标准就是这样子的。最标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说嘛，灶君皇冠嘛，灶君配皇冠呢，啊，就是这样子了。上面有一个这个厨，那是最好的。啊，上面有一个厨，有时候厨上面还有一个洞，记住这些地方一定要保持干净，一定要保持干净。啊，这些地方是女人的皮肤或者家人的皮肤，皮肤很容易痒什么的那些地方，啊。当然皮肤痒看医生，你不要擦擦擦擦了等烂掉怎么办？可以放，啊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好放，因为你放东西很少拿嘛，太高了啊，对，做，不过现在很流行不做到完，因为他们上面放灯，对，为了皮肤做到完，对啊，有些人没有皮肤的，磨冰啊，啊，这个很标准，很标准。好，它的水，你看我这样子说久了，大家就会了啊。水就火，水火你要先把它放出来，其他的你就会了。啊，但是你的金水木火土你要很熟啊，你不要火生金，金生木，那，啊，你就惨了。啊，在百度。谷歌，你只要写五行相生，他就给你了，很方便的啊。水和火是相冲的，中间放木就没事了，看到吗？放木啊，放些食物。所以呢，他切一点辣椒啊，这些放在这边。啊，你看，它是生得很美，它生得很美。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。上下呢都可以放那些碗碟，这些土生金，很漂亮。然后啊，它这个呢还能再继续土生金，还可以摆火生土土生金的方法，火生土土生金，漂亮。这间家一看就知道什么呢？金多了啊，五行又相生，生得金多，所以这个。厨房他的老婆可能就每次就心想事成了，啊，
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了。OK， 好，我们有一种叫做空照，空照是不好的。空照是什么呢？光有照如，没有炒菜。啊，一个会炒菜的女人煮菜炒菜啊，那么一个完完全全连煎蛋都不会的，很难照顾到老公的。你至少你都请一个妹会煮的来，因为男人啊坐下来吃啊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，非常享受的。如果但有些夫妻是很合的，两个每天去外面吃啊，每次去外面吃的，那健康也不好嘛，是吧？在家吃好啊，死毒被毒死一定是老婆一个人，没有跑不掉的。在外面你找不到人了，不知道是谁啊。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电照啊，对。但是也有火的，如果是火的话，那就不得了。这样子的话，还是水火还是没有什么相冲了 啊因为它是电的，它不成火啊。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有这样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这是火，打个比方，这是火的话，这个是水，这是火，那种火烧的那种火，它的后果是什么？就是相冲。它相冲起来，你要放东西啊，很难啊，因为它一边一个嘛，一个水一个火，它们直接相冲，你怎么去放？很难放的，真的是金刚扣啊！啊，你把水放这里，不要动，你把水放这边，啊，然后木呢？木放一棵树在它的 entrance 这边，很难呐、啊，很难的。所以水火为什么不能相冲？他们会冲吗？不是，是五行摆不了阵法，所以才叫你们不要这样子做。你们没有办法摆五行，所以绝对不是水放这里，火放这边，试一下放一下，没事的，懂吗？他不会打架的。你晚上，他们两个，一个水龙头，一个是灶头，呼啦，不会的啦，嘎蹲啊，迷信啊，懂吗？ Christian Catholic 也好，拜佛的也好，啊，他们这样放也没有事的，只是五行没办法相生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造一个局。就像是什么啊，你的孩子啊住在东部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名校呢在西部，哇，那有差不了了，不方便，懂吗？并不是不好，所以这样的五行我们很难去把它造成一个五行局，知不知道？所以水火不是这样相冲的。过去我的理解也是翻了古书之后啊，那些古书是不要大力翻了，因为会破啊，慢慢研究，我才知道我从前看风水的肤浅啊，太肤浅了。水火冲 ，Why is that nonsense？ 哎，英文也不错了啊，所以真正的不是相冲，是它的五行没有办法回转，我们的身体。金水木火土一旦调和就没事了，但是记住，水一定要占先啊，水一定要占先，你知道吗？水对我们很重要，知不知道？我听一个医生说，哇，这个是一个 big news 啊，很重要啊，原来喝水要坐下来喝啊，不能站着喝啊，哇，听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根据啦，不过他是医生呢，啊，然后再看看他骗我们没有好处嘞，啊，坐下来喝，坐下来喝，吃完饭之后14分钟，我不因为是讲英文的，所以不懂是 fourteen minute 还是 fourteen second 啊，我不懂啊，那个阿嘎是有个 fourteen 就对了啦，安全一点14分钟，喝热水，温啊温水。喝一杯温水，坐下来喝。喝水千万不要站着喝，还有运动过后，啊，不要马上喝水，啊，这凶啊。所以他就告诉我们，喝水只要你能够常喝水，
生病的几率是5/8，不生病是95/8。Agree 吗？但你又知不知道，喝水这种事情，5000年前五行大义去找这本书，五行大义早就有说了。我问你们为什么喝水？现在研究出来的，现在才研究出来，老祖宗早就研究出来了。天是属什么的？天是属金，天属水的。我们说乾为天嘛，天为父嘛，父属金，金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是在天和地的中间啊，所以我们用水来衡量我们自己，懂吗？金生水，你试一试，一直吃热的东西啊，那就会怎么样？对，你吃热的、吃火的太多，我们的身体无形中就成为了五行中的火，火量就足了。火足的话呢，火就会生地，地是什么？地是土哦。那么这个人就会怎么样？火生土的话，会造成什么？虚，你身体就会虚，不是燥热哦，不是热嘞，是虚啊。虚了之后，这边破一包破刀破，人家讲破热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以后我们讲中医才讲。啊，总而言之是这样了啊。OK， 那跑题了，等一下，那就要讲到胆毒性那边去。OK， 水、火，好，这是没变的啊，没办法的办法是这样了。木，啊，或者放两根柱，看到吗？一幅画，但是我觉得没有用了啊，骗人的。啊，木，啊，土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就是这样生了。那么这边呢，金，你要想办法让它每天让它过来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所以不可能的啊，他金过不来了，所以你要记住了，放那个碗碟，那个金啊，刀啊，刀放刀啊，这些铁的东西全部放了，粘在那边，然后放一个 arrow 叫它 go here， 所以水和火很麻烦，就是这样，两边水和火，它五行局没有办法造，不要再去跟像我以前这样子去跟人家说水火相冲。漏亏呀，啊，所以很未晓代志啊，学了知识长了，所以以前的知识没有那么好，就告诉大家要承认的，自知为自知，不知为不知，不可以硬来的，啊，好，这个是水，这是火，中间要什么？木，现在知道啦，啊，放方便面什么都很容易啦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放土。底下那个地方放金，漂亮 ，perfect， 啊，就很美了，明白了吗？嗯，这个呢，水，那，这些也是很美啊，很漂亮。水、火、木在哪里？看到吗？是不是？放花啦，啊，放一些植物在那边，多好看！啊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。土生金，你看他放一些锅在那边，是不是五行一下就相生啊？这个是很好的。所以一旦遇到什么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灶啊，灶的上面一定要有厨，不要乱放东西，要干净整齐，很重要。因为这个是灶君戴皇冠，灶君的那个冠，所以有什么事情啊，你女孩子啊，健康啊不好啊，还是什么，或者健康没问题，只想保一下健康这样子，啊，那么我们的临床试验，啊，我们的经验是，灶君皇冠的地方，你放一个皇冠在那边最好，就是说放一些好的东西在那边，但是尽可能放一些化病的，好像你可以放这个药师葫芦，药师葫芦，放一个药师葫芦。然后药破珠放在下面，药师葫芦放上面，再加上12地，我们每次摆这样的局，这个大家都可以摆的，在上面，然后把它关起来，一点都不阻碍你的位置，它能够调和你的五行，
就是五行不好的，很难摆五行的，它都能调和你的五行。练练珠，要破珠，要破珠，啊、哦，这样子放，懂吗？很简单，就是要破珠嘛，这不是要破珠了，要破珠这样子做，这样子，懂吗？它是108粒的哈，这样子放。然后呢，把那个要破葫芦，这样子放，好，然后地和钱这样放，我们拍照给你，你就要照这样子放，自己放，啊，然后呢，第二步放好了之后，关好，要擦干净哦，关好，好，这个也可以做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啊，这是火生土，然后在底下呢土再生金，就这样子生下来，啊。所以上面一定要今天要学会了，上面这个把这个赵军的皇冠把它戴上去，放在上面。哎，师傅，我上面没有东西嘞，对不对？那你去做一个厨先喽，没有就不要放啦。啊，可不可以放下面？不可以。可不可以放赵炉的隔壁？不可以，只能赵上，赵炉上面。那我的就是这样的，啊。我可不可以做一个板？不可以，因为你炒菜它油了。啊，没有就是没有缘了。慢眼眼来，这个的上面大家要注意哦，火在这个靠近这个墙壁啊，先有火后有水，这个不简单哦，一定要有师傅指点，不可以乱这样做，啊，不可以乱做这样做。但是这个呢，很简单的，这个 left hand。炒菜的人啊就不舒服了，是不是丢嘛？啊，是吧？好，水、火、木在哪里？但是他没有办法放木先，他一定要先把这个啊火、土和金这样子放。记住，土是什么？就是那些小小个的，那个什么？碗的，然后里面放那个盐这些的啊，就这样子的，啊，那么你们降清，你们家里有没有降清啊？有哈、哦，通常都有了。我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的降清，买来了，咔，放在那边啊，没有什么 standard 啦，你要装在一个瓶子嘛，对不对？放啊，大鸡碎鸡隆重哎，那个是竹草，竹草大概这样的。你看呐、啊，煮草 ，OK。如果你们有朋友是做煮草的，生意不好，如果他煮的难吃，活该，那没有办法救你的，对不对？煮草做生意的，你一定要叫他全部都用那些瓷器的，因为他的火在这边，啊，记住，瓷器一定要在这里，瓷器的，所有的瓷器，左青龙右白虎嘛，啊，要用瓷器的，所以他们拿盐的时候是这样拿的。那个要用瓷器的，千万不要用一罐一罐的，母亲都是阿嘎阿嘎的啊！哎呀，看嘴料，有没有常听到这样？啊，所以那些一定要调料啊，调味料一定要美美的，啊，吃饱了要你们出门都是有化妆的嘛哈、啊，是吧？没干至少有洗个脸呢、啊，是吧？没有洗脸也不可能啊！女人不管怎么样不爱美，看到镜子。一定会照一下的，一定的。我们爱美，我们爱整齐，赵军也是一样啊。赵军怎么样整齐？晚上洗一洗，擦一擦，不要薄了就忘了它。啊，还有那些盐啊，那些罐啊，装的那些罐啊，要卖一下，卖一下，擦干净卖一下，千万不要。不要说明天还要煮吗？妈做梦，千万不要。